山神与金翅雕展开一场旷世的正邪之战，金翅雕落败，山神也化为七里葫芦子，便有了葫芦兄弟的故事。山神，我要炼化你的七彩风，吸收你的法力，还有谁能阻止我？只能靠你们了。我就是那位穿山甲的后代，镇山甲。只要找到你们七兄弟，就一定能消灭妖剑。都好晕啊！为什么这个葫芦总是黏着我？你是葫芦娃。葫芦娃是谁？上天给了我们强大的力量，必须要有所作为。